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这是我收养的一条流浪狗花花。当你的狗子想尿尿的时候，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它现在就是想要尿尿了。它不尿尿的时候，在笼子里面是很安静很安静的，但是它想尿尿想拉粑粑的时候，看见我了就会叫得很厉害，特别是拉粑粑的时候。像昨天晚上凌晨4点钟，家里人都睡觉睡得很熟啊，他就在这里叫得很厉害，然后把家里人都吵醒了。他那粑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半夜4点多钟啊，老大。像现在是白天啊，他不是要拉粑粑，他是要尿尿，然后想下去玩的状态。他看见我了就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他没看见我的话，尿尿他会憋着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他就会尿在那个笼子下面的盘子上面。看一下这爱趣的小野兽，其实有时候他真的是没办法，他也不想尿在这个盘子里面。很担心说狗狗太小啊，宝宝太重啊，怕狗狗拖不动啊。放心啊，下面都是有轮子的，花花拖起来很轻松的。现在花花由我们家宝宝带他遛弯啊，他现在都有点不听我的号令了，看一下多和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遛弯了，先这样了，这期